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只是我还欠你一句。不必说了，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，嫁对也好，嫁错也罢，木已成舟，任凭你对我说了多少谎话，只要你对我的心是真的就够了。既如此，从今以后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我本为母妃起事，如今兵败，我也没有能力和英昭斗下去。好在你和母妃都平安无事。雪妃一直以来都只是希望你平安就好，我爱你也不是爱你的储君身份。朝风，我在想，不如我们带着雪妃一起远走高飞吧，远离尘渊的争斗纷扰，好不好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白竹坞隐士，过与世无争的日子。真的？真的。白竹坞位于天涯尽头，很是偏僻，是最好的归隐之处。嗯，甚好。幼卿。哎，巧儿，我找你好久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我们先回走。哎，你先进去。哎，你先进去。娘子。等着我。哎，娘子。茅房，女的、男人进去。乔儿，等等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别动！不行，两人之间只隔着一纱帘，若让他们撞上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月下。本姑娘的生辰，特意献上一支舞送给我最重要的人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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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竟没继承兄长半分聪慧，被嫂嫂耍得团团转。月下，不能陪你到最后了。希望雪上草君能救你离开。向月看星河。
有琴。青衡子物，你们二人复活神君有功，母神刚才也替你们求了情，朕便不再责罚你们。谢父帝。有情。身为天妃，如此失态，成何体统？你不记得阶下之事了？这……有情，清葵公主历经千难万险才让你复生，此时就不要如此严苛了。青葵，听闻你在界下被陈渊君所伤，怎么不留在天趴院好好休息？青葵身体已无大碍，多谢天后关心。本宫知道你心中挂念。你就是个骗子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忘了呢，害我难过了半天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在修补归墟之前，我就已经对你生出了情愫。那时候因为修炼，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内心，但与你在下界经历的种种，让我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可是你若记得这些，我乃人族吞帝次女，意外错嫁入天，才与神君少典有亲，相知相识。你是不是也记得我并非？并非离光青葵，而是离光夜谭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是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啊。怎么，还不信？不是。我就是不甘心。什么都不用想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陪着你。好了，我错了。那你说，我们这第一次相会，你要补偿我点什么呀？任凭娘子差遣，走了。神君，神君，你方才走得太快，属下险些没跟上啊。末将见过公主。哎，你不是说要补偿我吗？这跟屁虫怎么回事？府里的礼物，来见过本君的。不是，那他若一直跟着，不怕。只要令他以为我还是原来的神，把他支走便是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配合我。
你可还记得此处？是有点眼熟。你来天界之初，偷了玉鹤仙人的仙鹤蛋，触犯了天规，惹怒了众仙。本君带你来此处思过，往后这样的事儿切莫再犯。神君果然还是当初那个一丝不苟的神君啊！天帝莫不是多虑了？我又没学过辟谷之术，那我饿了怎么办呀？提起这个，我又饿了。如今有了善堂，万不可再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光天将军，末将在。公主饿了。我的琴艺，表哥觉得如何？好。本君的意思是，清葵公主弹的响。完了，祸从口出。我说他弹得响，他一定生气了。少点空心，你还真是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狡辩。啊，你听我解释，此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，你还真是机灵啊！啊？我机灵吗？机灵啊，你当然机灵了。我还以为我今天弹成那样，我都得暴露了，没想到你又给我圆回来了。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吗？我不在乎啊，同一件事儿，一个家里有一个人会做不就行了吗？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看着碧琼那个样子，我倒是挺担心的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大人，属下们跟您这么多年，不为权力，不为名利，只求您能跟雪飞过上好日子。虽说您现在没了法力，但也算跟清葵公主终成眷属，属下们打心里替你高兴。陈渊的事咱不管了啊，来给我。哎呀，春儿啊，我现在都在你那儿讲价啊。朝风麾下所有兵士全部收养，择日问斩。母妃对我也太好了吧，什么都替我想到了，这样咱们到了白珠坞之后，就不会一穷二白，缺衣少食了。怎么了？这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咱们去了白竹坞，都做些什么。只要到了白竹坞，无论做什么都好。啊，最好是能在院前种一片木荷花，这样我们就能漫步花丛。